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うんたんです。たこ焼きってたまにめちゃめちゃ食べたくなりますよね。皆さんはたこ焼きパーティーってやったことありますか？日本ではよくやります。いろんな具材を入れて楽しむこともできます。ルーちゃんとまだやったことないからずっと楽しみにしてました。今回はどんな具材を入れるんでしょうか。なので今回の動画はやっぱり楽しい。大家好，我是日酱。我是日酱。你不是，你是文当啦。他是文当。今天我跟文当要来买，要做章鱼烧的食材。Go， Let's go。章鱼怎么长得这么恐怖啊？快快，哎呦，快快！文当，我买了2000日元呢，好多哦。现在已经回到家了，要开始做章鱼烧。我们刚才已经把章鱼烧的食材都准备好了，天妇罗渣渣，还有章鱼。本当に気をつけてね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还有最重要的是章鱼烧的汁，汁液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做章鱼烧。哦，いい感じ。今ね、余熱5分ぐらいしました。给大家看，我们这次为了章鱼烧派对特别去买了这个东西。噔噔，这个是来刷油的。我们还特别选用橄榄油，因为这样感觉比较健康。日本人はね、たこ焼きを作るのが好きなんですよ。日本的大学生啊，或是社会人，他们也常常这样聚在一起办章鱼烧派对。我们应该要弄个汤匙用的。いい匂いじゃない？嗯，好香啊！ホットケーキみたい。文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弄章鱼烧派对？ね、いつだろう、大学生だった時だな。ちなみにこの粉汁はルーちゃんが作ったので、配合が合ってるのかわかんないです。因为它上面就写说几居几居，那我们家没有可以量的东西，所以随便放。これ入れます。哦，我在讲话，他在那边插嘴。タコタコ。对，天妇罗渣渣放完之后就要放章鱼，其实还要放红姜之类的。可是因为我跟文当不喜欢吃，我们两个就没有放。台湾はたこ焼きの文化はない。台湾たこ焼きの文化はないね。たこ焼きっていうかまあタコパの文化はない。こういうたこ焼き器もない。あるけど売ってるだけで感じ。例えばフルちゃんが好きなチャーハン作ってるもの売ってて、でもなんか日常生活の感じじゃないでしょ？意味がわかんないけど。哎呦，好烦。我们常这样语言不通，算了。ちょっとできてるね。いいね。楽しみ。等一下文章就会转转转转转。哇炸炸炸炸！台湾はなんか鍋パワーするの？嗯，するよ。何入れんの？肉と野菜と餃子じゃないけど、でもそんな感じ。加工されたやつを入れる。日本は売ってないけど超美味しい。今度台湾行ったらぜひ食べてほしいね。台湾はなんか鍋のイメージが結構強い俺は。ルーちゃんがなんか鍋の店連れてってくれたことあるじゃん。之前文章去台湾的时候，我带他去吃了两次火锅。豚の血とかあったの？猪血。俺ちょっとびっくりしちゃって。俺苦手だってイメージ。对，文章不喜欢。まあたこ焼きは回していくごとにどんどん形が作られていくから。最初汚くても回していけば綺麗になるからね。そこはたこ焼きのいいとこだと思う。失敗しても全部が成功につながるみたいな。哎呦，讲得好帅的话哦。人生と一緒だね。めっちゃいいこと言った。对，还自己讲。早くやると失敗しちゃう。欲速则不达。第一次和文当一起章鱼烧派对，好期待哦。これからルーちゃん練習時間。このヘラがね、側面に当たるように。でこう上下させながらを一周する。聞いてねえな。我不要，放弃，放弃，给你弄。こういう不器用な人ってさ、人の話を聞かないよね。不会就是不会啊。できる人に任せるはこの世の中の運転の仕方だよ。それはね、できる人が言うの。できない人が言うと惨め。好过分哦。いいじゃん、うまいじゃん。全部いける？うん。ででーん、ちっちゃいけど美味しそう。他乱讲，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很好吃。今から食べるよ。好吃哦，那我要吃。いや、やっぱまだね、ふわふわ、カリカリが好きだからね。もうちょっと焼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。一気に今回。好烫哦。好吃。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，就是日本的章鱼烧跟台湾是不一样的，他们里面通常是很软烂的，尤其是关西地区、大阪啊、京都啊那些地方的章鱼烧，里面又特别软，所以很多台湾人可能会吃不习惯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完第二批章鱼烧了。第二批章鱼烧呢，跟第一批比较不太一样。这里有12颗章鱼烧，里面有6颗是放章鱼的，另外6颗呢，我们是放了6种不同的东西在里面，就看谁运气差，谁运气好，不知道会吃到什么东西。入れる時ルーちゃんが入れたんですけど、僕は見てないんですよ。わからない僕がこれをシャッフルして、ルーちゃんもわからない状態にして食べてみよう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。
よし、じゃあルー1個目。好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超美味しい。啊，中了文当最喜欢吃的竹轮，我运气那么好啊。嗯。我的幸运我都受到了。幸运少女。やさい。タコだ。运气超好。よし、2つ目。この近く大丈夫でしょう。那我选这个。OK。这太夸张了吧！嗯，他破的文章章鱼，我应该就是气死了。气死。嗯，运气超好，我最想吃的就是气死。好吃？好吃，要吃吗？嗯，嗯文章不喜欢吃气死。那换我先选，那我选这个。噔噔。欢迎小。巧克力的匂いがする。没有吃就知道了哈，好浓的巧克力味。なんかスイーツになった。たい焼きみたいな感じ。たい焼き？たい焼きのチョコレート。章鱼。哇，巧克力超好吃的！我还在惊讶，那个巧克力实在太好吃了。其实里面有个芥末，我们两个都很发挥出来。まだまだベビースターですな。啊，そうだ。プーちゃん大好きベビースターね。あ、ソーセージだ。ソーセージも当たりかも。プーちゃん面白いものばかりだね。ね、俺結構バラエティ性ある。ベビースター。Sorry。这个意思就是里面四个，现在只有一个是わさび。あとわさび一個だけ。嗯。マジで？怎么这么中意啊？那我先选。怖いな、もうなんかそろそろ。对啊，里面只有一个是 wasabi， 我觉得是文当会吃到，不是我。なに？だって私興奮症だもん。あ、タコだ、タコ、タコ。タコ、タコ、タコ。对不对？我也是章鱼，两个二选一，为什么会这么有综艺感？那我们两个现在要剪刀石头布，赢的话就可以先选。再秀啊 ，good， 这样 game boy。哎，这样我要这个，噔噔。いや、ちょっと緑っぽいもんな。いや、多分口技だ。嗯，你闻掉了。Wasabi， 芥末，不是。嗯，意外的很好吃哎，其实芥末就是有一点提味的感觉而已，没有到不好吃哎，好吃好吃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美味しかったね。好好吃哦，超好吃。Wasabi が意外に美味しいのがびっくりした。美味しかった，本当美味しかった。推推。吃完章鱼烧呢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那就差不多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。我要去把现在脏脏的脸洗干净，要差不多准备要休息了。最近洗脸我都会搭配这个洗脸机 Foleo Luna Mini 2，我已经用了三个礼拜，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用的心得。老实说，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觉得还好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就一般正常的保养程序之后就会睡觉。那真的有感的是第二天早上，而且是感觉很强烈的那一种，就是在化妆的时候觉得妆比较服帖。当然我也有借给文当用，可是文当跟我不一样，他是用了就有感。これね、めっちゃ使いやすいの。これ使った後毛穴とか見るとすごいなんか綺麗になってんの。因为文当的毛孔比较粗大，所以常看起来像是蒙了一层灰，就很明显他的皮肤整个亮起来，就跟他平常用手洗的那样子有差，所以可能也蛮适合像他一样毛孔比较大的人啊。你要做深层清洁的话，就可以用这一个，而且这个颜色超可爱的，我自己很喜欢。那个色も可愛くない？最初おもちゃかと思ったけどね。我之前就知道这个牌子了，因为蛮有名的，然后有很多我喜欢的布可以在用，所以就一直想用用看，这次终于有机会了。使用方法一开始是像平常你洗脸的时候一样，把洗面乳的泡泡这样涂在自己的脸上。然后按下洗脸机的开关就会开始震动，开始震动之后用前面细胶头的部分先洗鼻子，再洗额头，再洗下巴，再洗两颊，可以用画小圆的方式轻轻搓揉，然后加强你想清洗干净的地方。每到15秒机器震动会停一下，哔，然后再继续震动，这样就知道说要洗下一个部位了。四个部分洗完60秒，这样就是一套洗脸过程。一开始我被这个震动吓到，我还以为是触电，但是现在就已经习惯这个震动了，而且还觉得很舒服，越震越好，気持ちいいよね。还是其实我们两个都是抖 M， 而且因为它接触皮肤这一块非常的柔软，对皮肤很温和，那比一般刷毛的洗脸刷还要卫生至少35倍。那我就直接舍弃掉我原本的洗脸刷了。另外这个细胶刷头是不用更换，可以一直使用的哦。这个洗脸机我跟文当已经用了3个礼拜，那我们都觉得真的还不错，才会推荐给大家。其实我们两个接案子都是这样，我们会先请厂商给我们试用，那我们觉得好用的话，我们才会说我们要接。如果在考虑要买洗脸机的人呢、啊，我们都还蛮推。推荐你们可以买这个洗脸机的，平常一些用手洗不掉的脏污都可以用这个洗脸机把它洗出来，因为清洁真的是皮肤保养很重要的一环啊，推荐给大家。好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，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See you next time。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。